重修梦见去张三家上香，发现张三家的香炉都是大象造成的器皿。现实生活中，张三家的香炉是黄色莲花没有字的香炉，请师傅解梦。香炉要有问题，要给他换一下。嗯。哦，那个张三家的香炉需要换是吗？对啊，张三家的香炉肯定来的不是菩萨呀、啊。